陈队长，请稍等。我活得很轻松，因为年轻又漂亮。真搞不懂，为什么总有人看不起我们？难道活得轻松也是一种错？你辛辛苦苦就是对的。你愿意过苦日子，那是你的选择；我愿意过快活日子，这是我的选择。我的人生。 当然我自己做主，真不是炫耀。不管我走到哪儿，总有男人贴上来。小姐，请慢用。要么腼腆含蓄。 要么明目张胆，哎，长得太美也是种罪过。哎呀，你怎么来这么早啊？这就是我的男友，三号，我们相识于6个月前。美女，请你喝一杯呀。为什么？ 因为老的是个好东西，希望你也有一个。我喜欢他的自信。除了三号之外，还有一号和二号。倪小姐。哦，就你。你好，请问是倪小姐吗？是啊。这是送您的花，倪小姐，您的花。又是我的。 二号男友的浪漫公式，简直就是一部偶像剧，教科书级别的。一号男友，我喜欢他的直接，他是律所合伙人，前妻和孩子常年待在国外。我的男友目前就这三位。哦，你问他，普通朋友而已，我们靠同样的恋爱观谋生。 算是同行吧。这儿的空气真好，以后可以经常来。我们之间的恋爱只是一种交易，一场游戏。我与他们心照不宣。我大概算一个演员吧，为男人演戏，片酬就是他们给我的零花钱。 这里是我的狩猎场，虽然三个男友刚刚好。上个月你信用卡刷了2万，是不是有点过了？不过二号最近总抱怨钱的事儿，看来是时候换人了。找目标的时候，有这么几条泥式准则。 您来了，来来来，光光了，坐坐坐坐，来，给个合影。好呀。第一，不找太老的，工作也要有工作的乐趣。对着一个糟老头子，我可笑不出来。危险。 第二，不找疑似变态的。以前年轻不懂事，找过这样的男人，往事不堪回首。你别跑，你别跑呀！我们这一行要独自面对一个陌生人，完全不知道会发生什么，简直就是高危行业。 第三，不找没钱的屌丝男，经济能力永远最重要。那边就是活生生的血泪史。你赔得起吗？7年前老板娘恋爱了，
对方很豪，每次见面都送他礼物，项链、名牌包、高档化妆品，直到警察找上了门。你脑子是不是坏掉了？原来那个男人是银行职员，盗用了客户的钱来送礼，最后判了1年半。出狱后众叛亲离，没人肯接纳他。老板娘念在过去的情分上，留他当了服务生。当然，他俩现在是纯粹的雇佣关系。哦，你好，你要喝点什么？随便，都行。啊，那就威士忌。要加冰吗？随便。反正这事儿也急不来，没关系，我有的是耐心。你那威士忌。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都震惊了。真的吗？太可怕了！听说你已经连大学生身份都是假的。不会吧？是真的。我们新闻社有个设计系的，我让他帮忙查了一下，从大一到大四，压根儿没有一个叫倪锦的人。天哪，他到底还有哪句话是真的？不会连名字都是假的吧？嗯，哎，不是有那样一部电影吗？主人公什么都是假的，叫什么来着？逍遥法外。对对对对对，就是这个。哎呀，我都起鸡皮疙瘩了，真是细思极恐。不过这样说起来，你姐姐每次出门和回来，样子是有一点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整体上给人的感觉吧。我走了，拜拜。我回来了。我也说不清楚。也是，连草间弥生都不知道。还是学设计的，草间什么？草间弥生，一个日本很有名的设计师。我一个学英语的哪会知道什么是设计师啊？你也不知道吧？知道啊，是日本最有名的女设计师之一，她还创作了很多波点的作品。你看看，人家都知道，啊，大家都知道。陈晨晨，你这个大学生身份不会也是假的吧？哎，你们说倪锦不是大学生，肯定也不用交学费，也从来没见他往家里寄过钱，那他做这些事是图什么呀？也许是为了生活更轻松一点。嗯，可能吧。最近这样的新闻多了。花老男人钱就算了，还有不少小三上位的呢。这都是些什么歪风邪气啊！哎，现在的年轻人怎么都这样？我刚刚说话的口气是不是又很大妈呀？啊，你这样也不是一天两天了。有这么吃惊吗，陈大妈？盛楠姐，你知道吗？倪锦不是大学生，他一直都在骗我们。彤彤的朋友打听到的，说设计系根本就没有这个人。我们这几年都在跟什么人生活在一起啊？哎，世南姐，你不是跟他先住进来的吗？相处时间都比我们长，当时你有没有觉得什么不对劲呢？啊，世南姐，什么情况？谁惹他了吗？一点劲都没有。
在干嘛？倪桐姐，鬼身上也有那种光吗？啊？你不是说，是看到了光的颜色，才知道倪姐姐在说谎的吗？对哦，那个也有那种光吗？灰色。那种光很阴郁，很悲伤。为什么阴郁？为什么悲伤呀？这我哪知道？那他能听见我们说话吗？不知道。是南姐，这个屋子里有出过人命吗？有没有人死在这儿过呀？没有啊。那为什么会有鬼呀？是不是跟着你来的？我。对啊，你来了之后那东西才出现的，不是你还能有谁啊？你是不是有熟人过世了呀？也有可能是没有死去的人吧。不可能，人死了之后灵魂才会飘出来的。那植物人呢？那种没有意识躺在床上的植物人，他们的灵魂去哪儿了？回来了，丹香叶回来了，给你们买了星巴克的纸杯蛋糕。减肥，我还欠张鹤林一篇稿子。小陈，吃我扔了，哎，你别浪费了，你可以自己吃，我一个人吃不了这么多。下次别买了。我买我的，吃不吃是你们的事儿。早，锻炼去啊？是啊，您看花呢？不，我在看花盆上的瓢虫呢。瓢虫？你看啊，忙忙碌碌的往前爬，却没有注意到自己头顶上有鲜花。对，所以呀，偶尔也要留意一下那些自己平时没有看到或者是不在意的风景。
偶尔也要留意一下那些自己平时没有看到或者是不在意的风景。你怎么了？你姐姐昨天又大夜宵回来了。好像是吧。这都连续三天了。以前你们不是都抢着吃吗？别浪费了，还挺贵的。我先走了啊。春，你买的，好啊，是你姐姐带回来的。你怎么不早说呀？扔了扔了，赶紧扔了。可是盛楠姐说不要浪费。林小春，你能不能有点骨气啊？用不干不净的钱买的东西，那东西能吃吗？你吃了不怕拉肚子啊？有话直说，光看不吱声算什么呀？哎，没有，对不起。大叔最近常来啊。是。别来了，这种地方根本就不适合你。你自己不觉得尴尬吗？我知道，但是我没什么地方可去。被家里人赶出来了？我没家人，我老婆十年前就跟别人跑了。其实我跟你一样，我也没有家可以回，室友们都跟躲鬼似的躲着我。为什么？不知道，我也不在乎。睡了没？没。刚才回来的是你姐姐吧？应该是我。又这么晚，真是不知悔改。你有没有觉得膈应？你姐姐成天出去跟男人鬼混，万一得了什么病传染给我们怎么办啊？哎，是挺膈应的。
稍等。全世界在为我唱歌，怀抱祝福和欢乐，至少要爱的人人哭。大叔，又来啦！你没事吧？我能有什么事儿？拿我当艾滋病毒，不过我也不是不能理解他们，烦死！原来是这样，你跟我说这些合适吗？说什么呀？你是说我傍大款的事儿？那又怎么？我又不跟你谈恋爱，怎么？难道你有这样的打算？没有。你看，连你也觉得我是狐狸精吧？干嘛把自己说的那么难听啊？他们就是这么看我的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搬出去？他们让我搬，我也只能搬了呀。可我凭什么呀？我做错什么了？你撒谎了。我撒谎了？你以为他们不撒谎吗？他们更离谱，说是上辅导班，问家里人要了钱去买衣服买化妆品，生病了请假，实际呢跟男朋友出去约会去了，偷用我的衣服化妆品包被我逮着了，死活不承认。像我们这样的个个都说自己是大学生，这样可能比较受欢迎吧。可是我从来没说过这种话，跟他们比，我简直就是道德的典范。笑什么呀？嘲笑我呀？
真的，我轻易不说谎的，说谎多累啊。可你还是对你的室友说谎了。你宁可说谎，也要跟他们住在一起。为什么？您不是说好半年就还钱的吗？可我现在拿不出钱来。可是我真的没钱了。我说你怎么这么烦呢？不是跟你说了有钱就还给你，怎么回事？别撕啊，舅妈！走，去，出去！怎么回事？烦不烦？舅妈。上车吧。小姐。啊，阮总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好巧啊。不巧，我是专程过来找你的。你现在过得还好吗？啊，我挺好的。你跟你太太都还好吧？其实我跟他已经冷战了一年多的时间了，所以，小姐，我欠你一声抱歉。我还有两句，我先走了。你要真有事的话，就不会在酒吧待着了。啊，对不起。他确实有事，是我请他去给我帮个忙的。好，小姐，如果你真的有事儿，我也不勉强你。但是没想到你现在……不好意思，我男朋友约我去听音乐会，我先走了。失陪。哎。啊。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呀？刚才我们说到哪儿了？想好去哪家餐厅了吗？哦，都行，去一家我们没去过的呗。听说市区还有一家不错的，叫 Second Minutes， 我们去那家吧。好啊。两位好，这边请。好啊。好，两位的南瓜汤。好，谢谢。慢用。先生，菜单。小姐，菜单。啊。有什么需要尽管叫我。好，谢谢。哎，看见没？十号桌那个女客人的包。Gucci 的，限量版。据说要50000块钱呢。像我们这种人，估计待满600个小时也不一定买得起那种包。真是人比人气死人。怎么不吃？不合胃口。嗯。你不觉得这些东西很难吃吗？不会啊，我觉得挺好吃的。
什么在这啰嗦啊？啊！再废话，连着一块打，再怎么样也不能打人呢。行，那我报警。你找死啊你！算了，今天先这样吧。多管闲事，算你走运啊！狐狸精，要是再有下次，老娘绝不会放过你。你软风远点儿，再勾搭他，下次把你给打死。我们走。还好吗？能动吧？能动的话，那就快起来吧。这是店门口，别妨碍别人进店。下次光临。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新室友，她叫倪锦，她定下来要租了。你好，你好。这间房间啊，她打算一个人都把它给租下来。一个人租？啊。你是学生吗？好了，你们聊吧，我走了啊。想什么呢？想起一些事情。什么事啊？谎言的开始。吃完了吗？吃完了我们就走吧，再晚要赶不上音乐会了。OK, let's go. 欢迎下次光临。哎，师傅。这车到不到华严街？到啊。那乔西呢？也到啊，走不走啊？没看起来那么能跑啊。学校里体育能及格吗？盛楠姐，怎么了？你在 Second Minutes 打工啊？嗯。哦，我今天晚上去吃饭，还以为认错人了。你没看到我吗？看到了。那干嘛不跟我打招呼啊？还装不认识我？
因为你是客人，我们有规定的，不能跟客人聊天。哦。你天天这样活着不累啊？我看着都累。是挺累的。其实你可以换个方式，活得轻松一点。找个男人养你吧。要不我帮你介绍一个。不用。这里是路由器，不用的时候要记得关掉。还有，每天最后一个出门的人要记得拔掉电源。为什么呀？每天开开关关还得拔插头，要不要这么麻烦啊？可以省电啊。这能省多少啊？能省一点是一点嘛。那里是卫生间。来吃块披萨。不用了，我有吃的。你有看到我的那个便当吗？就便利店卖的那种。哦，我看到过期了，我给扔了。扔了。哎，你干嘛？怎么了？都过期了，你不怕吃出问题啊？才过期两天而已。为什么明明觉得你的生活方式不可理喻，明明觉得你一无所有，而我却羡慕呢？大叔，上次的事情我不是有意的，抱歉。什么事儿？就是上次遇到阮峰的事儿啊。大叔，你不用装失忆啊。上次的事情确实是我不好。我只是，我不想在他面前说。你要去哪儿？我可以送你。我没地方可以去了。这样啊，那我先帮你安排一个住的地方。擦一下。在一起，是我做回自己最轻松、最快的方式。人走捷径，有错吗？多不容易，用尽全力走到这里，一路遭受的话语，情绪的语气。徘徊在黑夜里孤独。
去追。